号和硝烟，却行走在危险的边缘。我们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，没有刀枪和利剑，却捍卫着生命的尊严。在千钧一发的生命线，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，我们看到了最美逆行的背影，看到了坚定执着的双眼。是他们站了出来，如磐石般坚毅，如波涛般向前，用力量把力量传递，用生命把生命点燃。他们把日月揽在胸怀，把期盼扛在双肩，他们用最博大的爱筑起了心中最安全的防线。我要向这些平凡的英雄致敬，用青春和热血和他们一起发出自己的光和热。挚友中华，共克时艰。